you see something? Will you help me? Yes. 影片中亚裔事后吴山卓拿着大声公走上街头，激励演说，周遭民众也热烈回应。美国匹兹堡当地时间20号，在街头进行和平示威运动。近期由于疫情，美国掀起仇亚风暴，有6名亚裔妇女遭枪手无差别扫射丧生，但当地警方却说要厘清犯罪动机，并没有将此案定为仇恨犯罪，让美国亚裔族群难以接受。包括金球事后吴山卓在内的亚裔名人纷纷挺身而出。 希望告诉大家，美国的亚裔不会再沉默下去。吴山卓生于加拿大后规划美国，是韩裔加拿大裔的美国人，也是首位亚裔金球事后。吴山卓表示，在我们的圈子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恐惧与愤怒大声说出来，很感谢大家愿意聆听，要大家看到亚洲人受到攻击时一定要出手相救。他最后表示，我身为亚裔，我骄傲，引起现场民众的高声欢呼，也期盼有更多人可以重视相关议题。